大家好，我是陈常，今年12岁，在沙田沥源柏良分行学钢琴。我今年已经考了8级，接下来会考演奏级。我很喜欢弹钢琴，而且觉得弹钢琴很开心。我的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，所以买了一个钢琴给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田柏良沥源分校的钢琴导师 Miss Joanna。 谭尚是一个很聪明啦、很乖巧的小朋友啊，他而且是很上进的。柏良的导师很有耐性和很有耐心，所以我觉得在柏良学钢琴非常有意义和很开心。而我的梦想是做一个钢琴老师。我而家心情好紧张啦，但我一定会加油去弹啦。我今日都准备咗好多，一定会努力噶。今次咧，佢会去 K11 度表演啦，咁我都等佢好紧张噶。谭尚加油啊！